六方诸佛只有一个念头，希望众生啊快快成佛，就这么一念啊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无量寿经里面的一句。十方诸佛就是这一个愿望，希望一切众生通通圆成佛道，所以诸佛念众生。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护念念佛人，他没有别的念头。这是四弘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我，他念念就是这个心的，念念希望一切众生成佛，所以诸佛护念一切念佛人。为什么念佛人很快就要成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，但这还得了吗？修行我们总是希望要快，要快速的成就，要走极境。佛给我们指出，修行从凡夫到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，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念佛。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没有比这个更快，没有比这个更稳当，没有比这个更可靠的。把这个法门交给我们了，是第一个因缘，叫我们快快成佛。这不仅是阿弥陀佛的愿望，希望一切众生立刻成佛，也是十方三世所有的祝福，恨不得一切众生呢立刻都成佛。只要你真肯念了，真相信了，念佛后不夹杂，清净心念，一心专念，跟阿弥陀佛就感应到交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。这是无量法门里头最容易、最简单、最稳当也最快速，完全得阿弥陀佛神通本愿的加持，这叫他力法门。净宗是横出三界，不需要经过诸天，连四王韬利都不需要，在人间寿命尽了，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叫横超快速，而且成就无比殊胜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净土法门古德称之为经中经又经，就是成佛最接近的一条道路，最快速的一条道路，再没有比这个道路更快的，它有这个意思。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，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这是无比的幸运。这个法门修学非常简单，只要具足真正相信，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就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，你怎么这么幸运？你这一生遇到，我们今天就应当把意念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上，目标锁定在极乐世界，一心一意，我就求生净土。
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，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离世因果的说明书啊。我们读了之后，对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指掌啊，知道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介绍给法界众生究竟成道的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简单、容易、稳当、快速，成就无比殊胜啊，人人都能修，人人都能成就。欧耶大师讲啊，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稳当、最快速，无量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理想的，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。诸位能够听得这个法门，这很大很大的福报，没有福报的人听不到啊。你真正把这个法门搞明白了，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，这一生成佛了。修学其他的法门，一生想成佛不容易，这个法门一生成佛，不但是成佛，成圆教的佛，真是不可思议。